初今日年初年初六啦，中午我嚟呢边食饭啊，点啊？呢个系富力海珠城，有啊，姜虎东嘅韩国烧烤啊，呢度温琪福酒家上面。我地铁口啲仲系卖水果档最多。我跟公司领导说过了，为了让你们更好的拿到我们的学习金，回家给孩子学习，所以3499的终身资料费，今天我们搞活动也免费送给大家了。好不好？哎，这边同学太少了，不可能全部送给大家，因为这是你孩子的最终资料费，所以我们只能。翠華摩打食堂，電子煙，哇！呢個梗係無糖小蠻腰。香園的招牌在這裡已經有，要有機會去行下，我都未去過。這個角度看看海珠城，而家啲車釐子話佢進口嗰啲帶咗病毒，可以好平。哇！錄音閣，哇！呢度仲有一間錄音閣。有一間啊，佢賣乜嘢？哦，你都有殺騎馬嘅。
个子弹大街，可以睇到江南新村第一小学。哇！呢个牛小灶呢个，我连初二都喺食过下，唔贵，160蚊一个牛杂煲，三个人食都勉强可以。大食嗰啲肯定唔得啦。大德路豬腸粉都開咗嚟呢度分店。哦，這個豬腸粉咧，嗰次喺中山八有間我去過食。我問佢，佢就開咗幾多年啦？佢話八幾年開，因為佢就喺大德路小學對面，我就喺嗰度讀書。哇！呢個夠膽講1669年，哇哇！呢個豬腸碌，我都係睇個視頻，未試過啊！有機會試下，究竟同我哋嘅豬腸粉有咩唔同？呢個江南西入邊啲街名咧，太似啊！好似珠江新城嗰啲路咁，咁啊話就話下，呢度啊咩紫竹、紫龍、紫金，對面啊咩青竹、咩青鳳。我哋唔係住呢邊嘅人嘅，真係覺得好難分。
哇！呢度以前是大名鼎鼎的红灯笼麒麟阁，旧嘅改咗，而家改咗做茶餐厅。1993年，当年呢度食蛇好出名。哇！好多人过嚟都会过嚟，会过嚟呢度宵夜。哇！而家好似升级 high 卡咗好多。以前我哋有时有什么世界杯啊、欧洲杯啊，都会喺度订间房，一班朋友喺度睇波食饭。一區咧，江南西呢個兩邊馬路嗰啲，越開越多呢啲小店喺飲食嘅，咁又幾好。而家變咗好多人會過嚟呢邊，特別啲後生嘅過嚟呢邊食飯，因為個選擇多。正陽都開咗入嚟。金食坊的老字号雨山大将起緊加裝緊電梯，而家廣州好多呢啲舊樓都有政府補貼錢俾你加裝，你只要講得掂低層嗰啲人，你唔好反對嘅話，你就可以去加裝啊！對老人家就好有用啊！住喺高層真係行樓梯嗰啲真係好慘啊！老年紀大嗰陣。福島呢間又係老字號嘅日本食日本嘢嘅，抵食呢啲係。裏面呢個煲嘢，直啫啫煲嘅，新近一兩年開嘅啫。我都未試過，可能有機會試一下。南武中學，
我呢度系初中部，因为而家好多学校都分初中、高中，因为扩招啊，或者兼并埋其他啲细学校。大家聽下啲雀仔叫，哦，呢度就是我吃饭的地方，石岗鱼村。仲有一间老字号啦，食海鲜相对抵啦。我唔知佢同黄沙比边个平啲啊，我唔知道。我哋啲唔系经常食。饭啊！啱啱我问我阿妈贵咗几多少，
一餐饭。情况多少米多啊？话比平时大概贵咗20%。呢间嘢几时都咁旺嘅，佢唔系因为过年嘅，平时佢都爆嘅，好爆棚。啱啱我入去嘅时候，我喺度望下望下，揾紧位，我唔记得咗系几号台。咁有个部长主动咁问我：，诶、哎，你落咗咩姓订噶？咁，我讲个姓咩？啊，佢话俾我听，诶、哎，喺嗰张台。哇，佢真系记得噶。哇，呢、這个服务真系掂啊！唔记得应该俾封利是嗰啲，唔记得咗。哎呀，唔记得呢度封咗，出唔到去添。哦，唔系，我冇门禁啫。锁嘅，睇下呢个架装嘅电梯，外面铺晒砖，而同间屋都融为一体咁。不过可能遮光咗啲，啊嗰啲用玻璃嗰啲有玻璃好，对低层冇遮得咁紧要。
輻射區啊！我唔係。誒呢邊嗰啲加裝電梯全部都做到咁。江南二小，早幾年喺度踢過幾年球嘅，呢個足球重點學校嚟嘅呢間係。嗰度遠處藍色嗰棟樓嘅，又有個泳池嘅。我以前踢球嚟咧，好多家長就帶啲小朋友嚟游水喺度，就見到佢哋。啊，當年啊，球王比利都嚟過呢間學校。哇！我呢幾年我都冇嚟呢度啦。貓喺度，哎呀！人黐咗，黐住我啲。而家後邊只貓一經過，個籠入邊嗰啲即刻弓起個腰。嗯，唔得唔得。好，拜拜。哇，呢個好靚喎，整得整個好似個小池塘咁，咪賣啲工藝品嘅。飲茶飲嚟嘅，定係只小黃雞啊！
日式美甲。聽到啲乒乓波聲。朱部長烤肉辦公室，哇！係咪韓國燒烤咁多韓文？真係好歐洲，我呢間咖啡叫水啊，咩水哦，叫水廠。咦，我以上次好似幾年前都嚟飲過一間，好似係鹹好啊，呢間蘇豪髮廊都算耐好似。哦，過江南西嗰邊馬路，睇下嗰啲咩清風大街。冠基呢間連鎖嘅唱品店，
本店所有服装又降价了。我唔记得咗，我年初一去食，每样嘢要加$2，我都算加得比较大嘅幅度。中医药大学骨伤科医院，过年都开工嚟补车衫。间都叫做网红日式料理啊，大鱼，旺咗好多年噶啦，而家好似几间分店啦有。哦，呢个又系江南第一小巷，呢边系清水校区。十香園啊！哎呀！哇！呢個玫瑰園呢個樓盤做
幾古色古香喎，入口。现在的咖啡这两年哇开了好多好多，这些旧屋的外墙翻新都会油成两重颜色。好，又看看这个海珠富力城，刚才我们地铁出口这栋可能会写字楼，水再清一點就漂亮了，就好路現在都很好，起碼沒有味。海珠涌
啊，呢間發起有茶餐廳，有一間網紅店。上次嚟食嗰個，我死咁記得到，即雲吞麵，一般啦，正常水平。對面嗰度，哦，叫個九龍冰室，哦，呢度都有個日本個壽司廿個咖喱牛，哦，呢個好好抵啊，性價比好高啊，廿零蚊就有個飯。我喺日本都未食過，不過喺度食過，喺廣州試過。好啊，今日嘅视频就系咁。新年大吉啊，祝大家